园，也很高兴今天今年的2022的这个跨年晚会在我们罗东的中正公园的12月31日的晚上7:45，我们要郑重的开始了。那这个地方呢，要邀请各位好朋友当天来到罗东中山公园。那我们这次的这个的主持人，除了我们的木木还有 Tennis 以外呢，还有在我的右手边我们的这个心仪小姐，还有我的左边小帅哥我们的小乐哦。之前在除了他们两位的这个重磅演出以外呢，还有我们九组的艺人。那在这边呢，要欢迎各位乡亲好朋友在当天晚上来到罗东中山公园看他们的这个表演。那期盼他们的表演带来震撼我们罗东，然后呢带给我们这个新的一年能够走出这个阴霾，带来我们的幸福跟期盼。欢迎大家当天晚上来到罗东中山公园，尤其我们的小乐和我们的吴思贤帅哥来陪我们做跨年的这个动作，希望带来我们的很多的这一个好朋友来一起来罗东旅游观光，欢迎大家一起来。